你们这有本奇书叫做幽冥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我也知晓取幽冥赋需考验两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赋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飞黄腾达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我胜于白小生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你有病啊。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也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时光总慢，幽冥符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散漫星空，天佑，这一路上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